刚刚讲到硬化声纹啊，也就是要相当有振量，然后支键上面啊是安于正念的，然后对于瓶颈上面也知道什么是它本身不能透彻的地方，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才可能化导劝诱小乘。那这个药师如来他过去就有这样的愿力，表达了菩萨慢慢一地一地在修正的时候，当然上带下是带得出来的。我们一般来看呢、下看上其实看不清楚的，而上看下啊就看得很明白，这是一定的道理嘛。修行上面它不是你以为你说大法你就一定大，你可能说的都是属他人宝，是佛的东西。所以修行上面它是要实证，实证那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比如你是一个老塞啊，你是一个老塞，那你看所有这些人他在做的事，你就知道这个错在哪里嘛。你看这个艺术品，那一看艺术品，他你就知道他是火候不够，他是配色错误，还是在年纪上面出问题，那在哪里是不够精湛的，这瓶颈在哪里，一定是走完的人才有这个能力去指导。这个修行上面更是这样，更是这样。今天很简单的，你如果没有修过禅修的人，你没有过这个禅修里面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境界过去，那你要来指导人家啊，人家来问你啊，请问啊，我在什么什么什么状况啊，我该怎么办？回答不知道啊，因为你根本就不晓得他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你没有经验。世尊他告诉我们，真正修行里面要如说而行，如说而行，然后你在这个行的里面要里外一致，真正的去体会，才不会成为增上慢，也不会成为那些妄语啊，打妄语。那第四种声闻叫增上慢声闻，为厌离生死，心要涅槃，修习小乘，而以得少为满足，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这个是基本上啊，药师佛第四大愿啊，这前面的几种都是他要度化的，他示现的应该也是硬化声闻，可是他对决定声闻、退菩提声闻跟增上慢声闻绝对有能力把它度，所以他才会成为佛。那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呢、啊，修习小乘而得少为满足，在法华经上面就描述的很透彻。那当时呢，当时在法华会上有好多佛的弟子。那也有正果的，那他们心中想，我已经就是不起心动念了，那我都安住在自己的清囊当中了，这里面应该就是以正得佛所谓的不受后有啊。那这里面的因缘呢，一切是空，我也看得很明白，所以佛还要再讲啊，舍利佛啊，他们还要再请佛再讲啊，佛啊，你毕竟成佛，佛说我有很多话还没说完呢、啊。我以前说的都是善巧方便呢、啊，一佛尘呢，我还没有说完呢。这个时候，这些罗汉们就起身而退，因为他们认为说，你要说的不是以前都说完，我也现在感受到了，我证得了这样的境界，所以没浪费时间，没够听啊，这样的状态。所以这种就是得少为满足啊，得少为满足。你心中只要有一丝的迷惑，你只要有一些情形是看不清楚的，就表示我们还没成佛，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今天我们不是修行，不是探人隐私啊，不是探人隐私，可是在这所有的因缘果上面看得很明白。自己呢，我们有些时候啊，能够算命要算别人的命，不要算自己的命，对不对？医生也要看别人的病，自己的病看不。我们如果自己还有一些看不清楚，就表示自己在因缘果报上面不够厘清，还不清楚。
那看别人的话，你以客观的来看，会某一种，你清楚到某一些部分，也不能全部。那这个上面就是我们不能如佛。那在菩萨的位阶上面，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空间呢。那这个说个故事给同学听，就是说看得清楚看不清楚。话说有一个修行人，他就觉得说哇吼，圣本人的名圣就准了。这个一什么时阵生，什么时阵死，当然这种省的啦，背力提来贴的对，哦，盖准啦，多一年会得什么病，多一年哦，皮肤多一年肝无好，多一年流年，哦，都好像很准，好像很准，哎，自己就对于自己的这个境界，这上面的能力啊，颇以自豪啊，我修了未歹。现在有人来的时候就跟他讲佛法啊，讲、啊、有一天去打着剃棒他就觉得他这个还不错啊，跟他讲的时候讲到声嗽也很大，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人进来他就请教他一些同样啦，请教他一些什么灾厄 啊怎么趋吉避凶哦，伊就嘴角全破哦，一直讲，啊，你都爱安怎？当时你安怎？过去你有安怎？后摆你会安怎？迄个人就点点伊个听，啊，伊无甲伊应，啊，想讲奇怪，你哪一直甲我看？因为迄个人开始咧估量，敢若无啥准呢？哦，有的人他就你讲一句，又讲啊，对，哦，伊更加有气力，相应了啊。哦，那你会顺着他的说话这个去表态，啊，去表态，一直尴尬，也丢啊。他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怎么讲经验值啊，这上面啊，这个人就一直改夸，一改夸啊，夸个尾啊，一直甲这人讲，孙兄，真歹势，你讲真侪拢无准呢。好，伊讲那也安呢，那也安呢，你干嘛就不可思议啊？我讲人拢讲啊，恰你准，安那讲你无准呐？因为讲那有可能的代志，你是不是生时日月和我唔对？哈，恁老母跟你讲唔对，所以才唔是你这人。这个还能转一下啦，是不是？哦，那这个上面，你讲我吼安怎读，我安怎修，我即句吼，我的能力拢是来自阿弥陀佛啦。哦，啊我吼即马啦安怎的时阵哦，拢会观世音菩萨先来跟我讲。哦，等等的这些话就出来了。那这些来讲，越是真正修持正法的人，一听这些马脚都露出来。这种感应道交，一点点小小的感应，自以为是，然后以少为满足，以为他到某一个境界，这种很多呢，但末法很多呢。话说有一个人呢，他就是所谓发心嘛，发心就帮人家做一些佛法上的也好，身体上的也好，就帮人家忙，这样不拿钱啊，不拿钱呢，然后大家就跟他就是相处甚愉快。那甚愉快哈，有一天呢，有一个师兄哦，都问伊，问这老师兄。伊就问伊讲老师兄，啊，你古早身体安怎？伊讲我古早身体无好，但是我即么身体就好。我的气功就是阿弥陀佛的气功，好，伊的气功就是阿弥陀佛的气功。其实你修禅修的人都知道，等到你修禅修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自然身体里面会有，他循环比较好，那莫把它神格化。那我这是阿弥陀佛的气功，好，安尼爱就慢慢啊，讲发功。用发功这样的语词，然后说我就是证到，我证过，我证到药师佛，他就说他证过药师佛。好，啊，来啊，药师佛哪有需要阿弥陀佛的气功？其实他讲了一点啊，唐突无啥下。他说他证的过就是药师佛的过，他的气功就是阿弥陀佛的气功。啊，伊是无讲释迦牟尼佛，但是唔知道。结果，好，伊就讲伊安怎都安怎，安怎都安怎。有一年啦，有一个人哦，就跟他
就是交情蛮好的。没隔三个月，听说他往生了。听说他往生，我们在修行过程常常会有鬼通、鬼通、天人梦、天人遇，这些都可能让这些修行人自己幻化无限，而以为自己证得什么样的能力啊，以少为满足。这种增上慢，在末法的时候特别的普遍。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自己真的修行，你看，所有生死生死当中，别人的生死、自己的疾病、自己的困境里面，你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解读？你起烦躁心吗？你期盼有一个幻想吗？还是用一种祈求的方式，希望快速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那这些呢还是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到底现在的这个瓶颈要怎么办。如果你有这些的话，千万要记得我们修行还有好大的空间，不要以少为满足，也不要自以为我有什么样的特殊达到某种境地，要从逆境里去看到，从瓶颈里去看到自己还有空间。你如果说自己在这个一点点小小小小的这种体证之下，以少为满足，自是他非，就共高我慢啊，未得未证，这个上面是很恐怖的，它是诳骗世间的，是增上慢生闻，而且自己就卡在这个瓶颈上面，他也。没有，有谁有你办法？因为你限制了自己。这个是在讲增上慢声闻。第五种叫大乘声闻，为以佛道之声令一切闻者不住于化尘，也就是化尘讲的是小乘涅槃，终归大乘实相之理。这是大乘声闻，也就是菩萨声。然后这个菩萨现声闻声嘛，然后这个大乘菩萨。他讲的是佛道的，这是毕竟成佛的佛理，这是在讲声闻，这样了解诸佛在圆满成佛之前都是会度尽所有在他时空里走过的声闻，还有独觉或圆觉。这个地方讲独觉，上次有讲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叫独觉，那这个菩萨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他是不是还在度化众生？所以会碰到独觉嘛？经文里面若行声闻独觉成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是不是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纵使没有佛出世，可是这个菩萨呢，他安住于正法中，安住于正法，所以虽然自己未成佛，还能够带引独觉走出独觉的境界。因为在经论里面讲，圆觉成跟独觉成都是一样，自己能够观察十二因缘法而证得辟支佛的果位，所以这种修行人他是累世有修，聪慧够，所以非常的聪明，在这上面体会能够体解，但是这种都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邪慢，这种人就是说不出来的邪慢，说的话很自由自在，可是呢谦卑不够，呈现一个魔的相状。这些呢不是真正所谓果位的菩萨或是佛，是很难带的。那这个时候呢，药师佛在讲到他这一愿的时候，若行声闻独觉成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愿我来世得菩提时。当我那一世得菩提，是不是成佛啊，得证菩提啊？可是那一世还有声闻独觉，所以他在度声闻独觉的时候，他不讲他是佛，他会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度化，甚至有的必要用佛的角度，就用佛的角度来度。这就像我们在读普门品里面，这个观世音菩萨有33种应化身，很多的经论里面都谈到，所以佛不一定现佛身，
那有些时候会现相应于这个众生啊，度化他。那圆觉成在这里有个很简单的解释，我们整理出来的，指到达圆觉果之法门，意以及指十二因缘之法。由此意，亦将圆觉之基类直接称为圆觉成。也就是有的人，你直接告诉他，花开花谢啊，因缘的变化，无明缘行，行缘事，就告诉他心理的结构的走向，他就很能体悟了。他可以反观，然后最后他知道从哪里切断，哪里应该怎么修啊，这种都叫圆觉成。但圆觉成有一个特色，他不喜欢受到束缚。看这个，我们一般看人的这种种性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声闻成呢，不管他是怎么样，他就是比较容易调伏自己，他愿意降服，他愿意接受指导。所以声闻成他会心中会有佛的住，就心中会接受有佛的概念，那我愿意接受指导。而圆觉成呢，他不愿意受限，他就回到自己那种清朗自在就好了，他不想受限。那所谓什么佛啊，高不高低不低，与我无关，他比较有这样的属性特色。那这个地方啊，皆以大乘而安立之。那大乘啊，这个很简单讲一下，在我们前几堂课里面有讲到大乘，这里纯指交通工具之意，细指能将众生从烦恼之此岸再至觉悟之彼岸之教法而言，就讲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办法，比喻了交通工具，一条大船，大法船，从这个烦恼的这个地方一直带你，你慢慢带你，你也跟着走，在上面渡到对方去。菩萨善戒经里面所讲的大乘，那要义如下，这种七个，这个大乘，第一叫法大，讲的是根据十二部经中之最上者毗佛，就是略讲就是方等了，就是这种叫法大，它最主要在讲这个没有宽广的，没有限制的，而这是众生心中跟万象里面可以现出来的所有一切，在修行里面，这个就是菩萨要修毕竟了脱清澈明白这个法大。第二呢，菩萨要发菩提心，心大，临解其教法，解大，要了解佛所教的菩萨法啊，那是不可思议，解大。第四，以清净心净大。第五，具足菩萨之福德与慧德，叫庄严大。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叫十大。第七，圆满的具足相好而得无上菩提，叫具足大。此即大乘法门之核心要义。所以你要具足这七大的时候，这个就是大乘菩萨，这就是大乘佛法。如果中间有一个不具足，就不是。那我们来观察自己，大众有没有觉得这宇宙万法世间所有万象，那这里面呢，你能不能以清净心来了解这十相里面，它不是一个有一个自信，有一种规范。虽然我们因缘有因果法则，但是这些来讲遍布在所有一切的现象里面，你要了解它毕竟空的道理，你心中不会对某一区块有一种晦暗不明或是自以为，所以要有这样子去了解诸法毕竟实相。那这个心呢，是没有范围的。如果这要怎么去检核自己，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去端详着自己的心中容不下什么，还有什么样的障碍，你就发现你的心有尺寸，这个心不是无量无边。那这个地方，如果我应该如何开启我自己，我可以接受嘛，这个心大。那理解要体解大道，那这个上面我有没有提起
最圆满最高的觉性，我有没有用清净的觉性在过日子？如果你会这样过日子，用清净的觉性在过日子，那路走都顺畅又快。可是我们一般不愿意用清净的觉性在过日子，我们都觉我们想要的那一块，然后的后不细啊，执着在那个内容里面，所以走不出来，没有办法无助，没有办法离相啊，都只是略得啊，略讲解啊，略讲解。那么福德与慧德，什么事都有理由去做一个检责，什么事都有理由让自己懈怠，那也有一些理由让自己去精进，可是这些精进跟这些懈怠的理由全是自我意识，那不是真实在因缘中随因缘而变化而这样去圆满的。那这样的就可以了解自己选择性的，那选择性里面呢又有很多自己懈怠的因缘，有懈怠的时空。那修行人当你真的发心发菩提心菩萨心的时候，他是无间修，他无间修，那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尤其精进这一块在菩萨身上，他根本就没有不精进，他没有不精进这三个字，所以他安住在正法中，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内心没有过抗拒，这不迎不拒，在随这个因缘中啊，任运自如的在做。那这里面呢具足了具足的反观觉照止观，什么都是菩萨应该要用的法门，那里面呢更是有智慧。那这个上面我们要看到自己这个上面是有没有对立的心，啊，是不是能够打开，能够包容所有一切。那讲到这个第四大愿啊，大致跟同学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药师佛的第五大愿。这个第五大愿呢，叫戒行清净愿。那有的念戒恨啊，戒行清净愿是这样子。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于我法中修行犯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具戒，设有毁犯，闻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趣。这个第五愿全部都是在讲戒定慧里面生活生命的一个准则。药师佛他在因地的时候，他说愿我来世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得菩提时，得证菩提。那在这个过程呢，当然包括他成佛的那个时候，如果有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所以有情众生就是有情事了别的这种众生，我们就是有情事了别嘛，对不对？所以有情事了别的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众生就不一定只是人哦，我们必须把这个范围拉开来看，它不一定是人。鬼有没有情事了别？有没有？有啊。天人有没有情事了别？有啊。狗儿有没有？有啊。你拿骨它会过来啊，你拿面包它闻一闻不一定会吃啊是不是？那说这个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友情，于我法中修行犯恨，或是修行犯行，于我法，这个什么叫我法？我说的正法，这个地方佛敢不敢说我说的正法？敢，因为他所说的不是我，这个我不是个别的每个人啊，我就是这样啦，你说什么这间我最大，我说的算数，诶，这个是小区域范围的比大小比身份。但是他说于我法中，这个我是在讲佛成就毕竟解脱的正法，他并不是在讲我这个人，他是在讲这个法里面呢，如说修行清净如法修行这样的犯恨这样的行为。因为于我法中，这里不是讲我们众生的执着的这种
妄执的我，就是在讲清净的常乐我净，佛的这个毕竟解脱常乐我净的这个我，示现八相成道正法住世，意思是说药师佛他在说他成佛的时候，他示现八相成道正法住世，然后那个时候皈依于他，在他座下所有的修行人，他们都有没有在修这个清净的戒恨？有，但是修行的时候会不会略略有所毁犯？也一定会有。但这个里面呢，要一切皆令得不缺戒，要让他们尽得圆满而不缺漏，这个不容易呢，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等一下我们就要慢慢了解戒的层面。那让大家呢，这个戒恨上面呢，戒行上面都能够圆满不缺漏，具三句戒，大乘菩萨一定要修行的三句戒，三句境界也能够具足而圆满。意思说，只要我正法住世，在我座下的弟子在修行的时候，他戒的这一块，我一定会照顾得到，我一定会让他有这样的这个准则而好好的去修行。这个是诸佛都是有这样的功德力啊，也能够直接教导。设有毁犯，假设在他们修行过程里面会有毁破所受持的戒律的时候，只要听闻到我的名号的时候，都会还得清净，恢复清净。这个更不容易，这个更不容易，不堕恶趣，不会因为毁犯戒律而最后堕到恶趣里面。这个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大家在座，我相信有人有皈依嘛，是不是皈依？皈依三皈戒嘛，这是一个佛教徒的基础。三皈戒，皈佛、皈法、皈依僧，对不对？那皈依佛，我们没有毁谤过佛，有没有？你皈三皈依之后，有没有毁谤过佛？这个比较少。有没有毁谤过正法？无听无算，听到有当时感觉安尼敢对，我嘛做袂到。虽然不予毁谤，但是也不予认同。保留客观的态度来看他，这年轻人都嘛是这样，对不对？理性嘛，对不对？啊，有没有皈依僧？有没有对僧都很尊重？这真歹做会搞啊，对不对？因为我总是会觉得他是人，我是人啊，所以他有一些我并不顶欣赏，或者是说打个问号，对的地方合理呀、啊，因为人对人，所以是合理。有没有这样？有，那这里面我有没有办法从开始到我毕竟成佛都不毁犯戒律，会不会难？是受戒这种东西，持戒这种东西，它一定会根据你的不同、你的层次、你的心量，那知见还在，一定还会有知见上的打架。但是你知道这个，你这上面毁犯之后，闻我名已，在听闻到药师佛名号的时候，还得清净。为什么他能恢复清净？因为纵使我们看哦，纵使现在大家是同参道友，你受了菩萨戒，你受了五戒，那你受了常常去受八关斋戒，每个人受的戒不一样，那基本上有三皈戒、三皈依。那这个时候，当我慢慢在修行的时候，我对戒的内涵不懂的时候，我只知道戒相，我只知道戒法，但我不得戒体，我不得戒体，这个戒是飘在外面的，因为那只是一条我该守的东西，那只是它只是标列出来，我不可以做什么事。对，我真实内心去守这个戒，去修行这个戒，其实距离很遥远。所以受戒跟持戒，它成为一体，它本身一定要戒体。它有这个戒体之后，它就会懂它犯。
没有这个戒体，只是在戒相上面去看我有没有犯。可能戒相上是没犯，可是心理的层面就造作很多呢。所以这上面设有悔犯，闻我名矣。闻听闻到药师佛的时候，肯定药师佛，当然这是在讲世尊在讲药师佛，但是闻我名矣，但是闻药师佛，听闻到药师佛的时候，肯定佛是修持完所有的一切。这个药师佛所制定出来的戒，是由他清净真如正德清净之后指导我们的原则，指导我们身口意的准则。所以我们肯定，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佛所定给我，告诉我我怎么修行，依照这样走可以让我身口意得清凉，没有负担，清净。所以我肯定，当我念到药师佛的时候，我就直接想到药师佛的身口意三业清净，毕竟圆满，所以他的戒我就接受。可是接受是一个肯定概念，第二个敬仰他真的完圆满，认同诸佛菩萨圆满清净所有的功德，我也愿意学习。从我愿意学习到自我誓约，自我发起肯定，这个确确实实是我生命的准则。那我自我发起，我来受持这个戒，这个时候才得戒体。那得戒体啊，它是你能不能持戒的基础。就像说我们出家人一定会三坛大戒，受具足戒，得不得戒体，就是你是不是真正成为一个僧人，是戒上面你怎么懂，他真的能够防非止恶吗？他真的你造作的时候知道自己有悔犯吗？还是拿来逼逼的啊？这样有什么？菩萨什么？开遮吃饭不是开源吼？给自己好多的理由，认为我这是不犯的。所以在这个悔犯的过程里面，一定有涉及到环境因素、各个状况的条件。在这个环境里面，世尊有讲开遮持犯、开源、遮止，什么叫有持戒，什么叫犯。这个如果不知道的时候，戒持不好，戒是持不好的。所以戒不是硬邦邦的。那我们看这个戒的时候，先跟同学讲，为什么听闻药师佛的时候完得清净？因为药师佛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一定是圆满戒恨，他一定是修行圆满，世尊也是一样啊，所有的佛都是一样的。还没有成佛之前，当菩萨的时候，在戒上面的这一块一定是欢喜纳受，愿意来改造自己的，愿意来改造自己。如果你这个心念都没有，那你说法上面我是感觉真好听啦，有道理啦，因为是我的事情，这样我个人想做什么事是我个人的事，那这样子言行不一，你的思想只是个概念啊，你真正身体力行的这块区域啊，这个部分却是扣分的。所以呢，如果你能了解诸佛是因为所有一切圆满，那么你对佛这个任何一尊佛的名号，任何一尊佛的名号，你都可以还得清净。因为你会知道诸佛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反观我悔犯，但是我知道诸佛什么叫清净，恢复清净就是恢复如法如律的身口意，这样叫清净。这个地方的清净，恢复清净是说，我如果有悔犯，是不是就不清净？我知道不清净，所以我在念药师佛药师佛，因为现在是药师如来嘛，我在念药师佛药师佛的时候，相应于药师佛的身口意清净
相应于清净的时候，我把我自己那个清净洁亮的身口意那个戒体或正或得，然后我清净之后，是不是永不再犯？清净是不是永不再犯？那我此刻戒体得受戒体，那这个戒体啊，才是真正的，真正我们能持戒的基础。那至于我前面毁犯过的这些，会不会有堕三途苦恶趣的机会？会不会？会。那为什么他说不堕恶趣？因为药师法门，他讲的是一个实修实战的法门，他要利用所有的方便去度化众生，而且自己真实的去修行它，所以它会不会补救？会。对于你所伤害的，你在毁犯戒律里面所伤害的第二者、第三者的所有众生，你会不会去补救？会负责？会。所以最后它是不堕恶趣。它这几个句子里面，其实就包括了解、行、体证、圆满、补足。所以呢，闻我名已，闻念任何一尊佛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清净心都会回来？然后会不会去做？会不会去圆满它？会。所以最后不堕恶趣，不会因为毁犯戒律，然后果报现前。因为你中间在这个果还未现之前，你就会去做补足。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来了解戒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不要带着压力。其实在座大家都知道，我们内心是不是有内戒？我们是不是内心有你的标准准则？那我们这个戒常常发生在谁身上？看得出来你的戒发生在你唯一的儿子身上，你的戒都可以反映出来你的标准。今天老师打电话来，听说你儿子拿了隔壁人家的铅笔啊，或是什么啊，或是拿了人家的手机来乱打，你听了之后会怎么样？真的好，你那回来你会怎样？竟然你小狗狗卡电话给别人付钱，你干嘛这样说？你会不会这样讲？不会。你一定会说，你怎么那么丢脸？你为什么要偷人家的手机来打？你为什么要拿别人的笔？自己有笔就好了，为什么不能守住自己安分？是不是这样？所以常常我们自己不持得好，却要自己唯一的儿子持得好。因为世尊叫我们看待众生是唯一的儿子，我们就从儿子跟自己的关系来看戒。我们是不是这样？你今天你的孩子在马路上，不管他多大多小，他如果有一个交通事故是他伤害别人，他不正确的遵守道路上面的交通规则而让别人受伤，这个时候你如果知道实质的状态之下，你会怎么样？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得到自私跟不自私。戒的话，真正持戒的人，他说我们错了就是我们错，人家也是血肉之躯啊，人家也是父母的儿女，我们该负责。没办法负担很多钱，没咱磕头嘛，爱去讲下罪，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是一种内心的一种道德标准？那难道会说啊，你知啊，我知你不对啊，你这啥错得太离谱，我给你做你比起来，哦，一定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啊，帮你谢罪。这个就看出来有戒跟没戒。我们现在在讲那个精神层次，就什么样是戒？所以戒里面他在讲我们的道德跟我们的前信前进，我们是不是对所有生命都尊重？我们是不是能够赤诚虔诚的恭敬所有的一切？这就形成了这个每个人的中心呢，这个体性上面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从我们清净心，以自他平等的角度，自他平等的角度，最平和而没有
后面任何的负担的生口意的行为，其实就是戒，就是我们用世俗言语在解释了。那看，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欺骗人家，你的孩子的工作职业叫小偷，但我们现在都用唯一的儿子来解释，如果你唯一的儿子的职业叫小偷，你会痛苦吗？会不会痛苦？你会痛苦还是跟他说，欸，你会吗，去淘一台，去拿一个，就像 iPhone 了，是不是，欸，去买一台 iPhone 回来，会这样吗？如果这样就是没有戒。如果你说拜托的，你不要再做这行的，好不好？是不是自己心中有一个准则？是不是？所以戒不难理解了。但世尊所说戒的时候，其实世尊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世尊没有要所有的众生受持比丘、比丘尼戒，他没有。他说：“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要听佛所说的道理吗？你准备好要接受所说的道理，这样去做你生活的规范吗？那你这里已经准备好要修身养性开始了吗？如果准备好，你靠过来，你靠过来，那你在三皈依就好。你皈依了，你注册了，那么以后照这个路线走。世尊他没有强迫你三皈直接五戒哦，他没有。啊，接下来呢，他是有次第的。那你在这个修行啊，就是说成为佛弟子之后，你会看到，哎，有些是会造成负面的而后不良的果报。那么这个时候听闻了世尊所说身三口四意三杀盗淫妄酒，确实现世来世都有它不好的果报。那这个时候我愿意接受了，我愿意仔仔细细的去规范我自己，这个时候世尊说你来受五戒。那你受了一分也好，多分也好，你受一条两条，一戒两条戒，那这个过程你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受持，是不是有很多的方便？是不是有很多方便？好，然后你开始持你的五戒。那你五戒持一持，觉得我想去受菩萨戒，你准备好了吗？你愿意了吗？好，那你去受菩萨戒。我告诉你菩萨戒怎么修怎么持，那它有十重二十八轻，那这些的状态之下，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层次？那这些呢，所以世尊在这个戒上面，其实它是根据我们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意愿，它有不一样戒的内容。当你要出家了，你要成为佛的弟子，成为比丘、比丘尼的时候，就有很严苛的严苛的细目，就是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于钱应该要怎么做，对于衣服应该要怎么穿，甚至于你怎么吃饭，你怎么走路，你跟人家讲说话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心念，什么样的态度，那这些都有很细很细的地方，这个时候才受比丘、比丘尼戒。所以这个戒里面大家不要太恐怖，只要一听到这个戒的时候就觉得哦，巴卡巴丘。其实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戒真是帮助我们能够节量，能够端严，内心能够极念安静，身心得清凉安稳的。那在这里先带同学了解一下戒大致上，戒呢翻译出来的音啊，它叫施罗，三学之一就是戒定慧。当然很多经论里面讲，由持戒，你持戒之后身心就不会浮动嘛，自然就比较稳定。稳定状态之下啊，内心
能够不思善不思恶，就能够开启智慧。所以是六波罗蜜之一，十波罗蜜之一。广义而言，凡善恶习惯皆可称之为戒，如好习惯称善戒，又叫善律仪；坏习惯称为恶戒，又叫恶律仪。然一般现指净戒，就是具有清净意义的戒。善戒特指为出家及在家信徒制定之规之戒规，有防非止恶之功用。那这段念过去就明白啊。戒原系佛陀住世时举外道所作之非行来教戒佛教徒者，适用于出家在家二众，并非如律之随犯随制，故于犯戒时不办以处罚之规定，而是由自发之努力为其特征。这段讲一下。当时佛是这个弟子们，弟子们在皈依于佛陀，然后佛是不是开始在讲这个修行的内容应该怎么修，是六年才制戒的。当时开始弟子皈依于佛之后，大家那个那种尊崇啊恭敬之心啊是饱满的。所以佛说什么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然后应该要行住坐卧怎么思想，一直在听法，一直在修正自己。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人就是这样子，有过去的习气。所以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僧团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纷争。那纷争呢什么样是对，什么样是错。那彼此之间相处之道有了摩擦。这个时候呢，佛就开始六年了。那六年了他就开始看到，哎，十二年了，是六年。十二年了。十二年才对。十二年。那十二年了，哎，这很多问题出来了。佛才根据大众在这上面错误的地方，那在什么样是可以，什么样是不可以，那应该要怎么处罚。比如说你应该要发怒，那你应该这个是比较细部的啦，就是与各位无关，就出家人的戒。那你是断头的，断头罪，那你就得离开僧团默病。那你犯了什么样的，你应该要半个月里面行摩那堕，就是要去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为大众服务。那你要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就要向公众很多人求发怒忏悔，然后一定要有多少个僧众才能够解除你犯这条，你要发怒才能解除你这个戒，犯的这条戒。那这些再得清净回来，这些都有很细部细部的制度。这是为什么修行还没稳固之前呢，其实确实要有所谓的大家一致的生活模式，这样大家各个定位定的比较好，不会去影响别人。那如果修行你到稳定的时候，就像菩萨道，修行到稳定的时候任何的逆境你也不会去犯，你不会被诱导，那你也不会因为要抗拒而去反驳对抗，因为你知道如何让这里面圆满，它方便善巧出来了。所以稳定到什么程度，这个戒的读法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佛在讲第一先怎么样，止恶。所以有的戒他讲你就先不能做的都不要做，先讲这样，不能做的都不要做。所以弟子们就是这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于是大家都乖。那菩萨戒的时候他就不是这样讲，他在讲我们基础上要止恶，止持戒，不对的不能做，但是还有一条叫什么坐持戒，该做的不能不做，该做的不能不做。于是有一个人踢到石头，石头跑到马路中间，那这样子有的车子会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该做的不能不做，别人做错的事我不管，
我不追究，但是我今天看到一块石头在马路上，我就必须把这块石头搬开，这样的意思。所以止持跟坐持上面它是有两个步骤，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世尊开始就要叫所有的弟子先止持，先止持，那最后才教菩萨要坐持。所以这里面呢有讲三句境界，就讲到大乘菩萨一定要修的，包括止持跟坐持跟度化众生。那我们如何让自己能够从这上面得戒体？现在只做个简短的说法。因为我有意愿，我愿意修正我自己，所以我去受戒。我去受戒的过程呢，我观想诸佛菩萨的清净梵恨，那我也知道我自心体性里面呢有跟佛一样的清净真如，所以在这个时候透过佛菩萨他所制定的这个戒，我自我誓约，自誓我愿意持守它，我用强烈的